在是7:50，我现在步行去前台。今天早上正好有个森林瑜伽的活动，大概1个小时，是去昨天那个吃饭的地方。昨天我们住的那个小木屋，它就是比较原生态嘛，不过就是会有各种小飞蛾、各种小虫子。帮我弄两下，哎，多好！真好，慢慢的往前走点。油好了，天哪！然后现在在下雨，我们先去昨天喝茶的地方做瑜伽。能让我们抱着他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他不熟悉，他会伤人的。就一起开的，准备做后面一下，然后后面是啊，来，这边，然后两个腿打腿，哈哈，这个动作呢，源于喜马拉雅山上的藏传的。莲花生大师，来，露露，加油啦！哎，加油！露露，露露，加油！露露，露露，和丁丁加油！好，右腿放起来，呼气的时候快速的横来，很多种类都可以，只要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。我刚刚在那个露台那边做了那个森林瑜伽，做的就是简单的动作，现在去吃早饭。嗯，想要个红色。哦，谢谢。啊。出发的时候看到堆牛在，一群牛在路上。啊现在已经到西双版纳景区了，刚刚从普洱到西双版纳开了大概1个小时，那个盘山公路超晕的，然后当中还有那种边防站的就检查，然后要身份证检查什么，先去吃下午餐。这个就是那个大象餐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说什么傣族的年糕啊，叫好啰嗦。超级黏。甜的吗？假牙都露出来，好黏啊，都破掉了。面针啊，这吃完牙会变白吗？真的是这么吃的吗？这是 S 教的。本来象餐里是没有肉的，然后给我们加了个鸡翅，觉得吃不饱。其实我觉得这些够也够的。嗯，我再续了一杯玉米汁。刚吃完那个大香餐，全都是水果、蔬菜，还有那个饭，就有点太多了。